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西贡 Frankie 啊，好欢迎翻嚟睇我最新嘅西贡笋盘同埋成交报道俾大家。今次带到大家嚟到呢个清水湾银线湾地段，喺西贡属于一级嘅地段嚟噶，因为呢度系纯粹系一个别墅群，咁啊同埋嚟讲咧就系佢嘅交通位置非常方便，由呢度过去坑口地铁站咧，其实只系需要咧三分钟嘅车程嘅啫，所以非常之方便，正宗大王嘅。而近排嚟講咧，可能隨著呢個後疫症嘅時期咧，同埋咧大家都就快知道咧通關在即，咁所以豪宅嘅成交咧都係開始活躍噶啦。咁而喺銀線灣區嚟講咧，連續咧錄到係有兩宗嘅成交。咁最近咧第一宗咧係位於喺呢個叫華富花園一個 C 段嘅別墅屋啦，建築面積2400尺，實用嚟講係1961尺，咁而成交價咧係3800萬嘅啫。咁而另一間咧，就位於喺我哋身後面嘅呢條碧沙路後面，叫金碧苑一期。咁金碧苑嚟講咧，屬於咧就係、是、一共有9間嘅別墅屋啦。而當中呢間單棟屋嚟講咧，建築面積2300尺，實用係1762尺。咁同樣咧係有車房、花園同埋天台。咁而每一層嚟講咧，都係望到呢個海景嘅。成交價3880萬。咁所以大家可以望到2萬2萬零蚊尺嘅別墅屋，可以背山面海，有自己車房花園啊，咁嘅價錢真係邊度有得揾啊！好啦，咁同樣咧，我都介紹翻喺銀線灣區嘅筍盤俾大家啦。咁啊，第一間就係位於一個好出名嘅豪宅屋苑碗湖花園啦。咁呢間雙號屋嘅別墅有當然有自己嘅車房啦，有自己大花園添。建築面積是2294尺，實用是2145尺，咁連同1200多尺嘅大花園啦，全部望曬海景，有車房，咁而家叫價係6800萬，另外咧租咧亦都有嘅，係135000蚊。咁而另一間 budget 咧就經濟一點，亦都同樣喺碧沙路嘅，佢叫做碧沙花園。咁呢間嘅賣點嚟講咧，價錢只是3500萬的要價嘅啫，咁而個建築面積嘅就1800尺，實用是1438尺。咁同樣呢一間咧，都係有自己嘅花園、天台嘅，亦都係望曬銀線灣嘅靚海景。咁而佢同樣都係有兩個嘅泊車位，屬於大單邊，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優質嘅筍盤嘅。有興趣的買家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， 同埋我哋區裏邊咧擁有最多分行的地產代理啊。咁我哋一共有4間咁多，而我哋嘅專業團隊嚟講咧，係大部分嘅同事都係有10幾、20幾年嘅經驗噶啦啊，所以幫到大家噶，麻煩聯絡我哋呢個電話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好，拜拜。